世界杯足球赛即将进入到冠亚军的争霸战了。不过当然大家在看足球赛的时候，免不了喜欢看球王，像是 C 罗或者是梅西。但是呢，现在更有一个人，大家认为他是后起之秀，他就是来自法国队的姆巴佩。那么姆巴佩呢，其实在这一届已经进了五球了。这个记录呢，跟谁可以匹敌？就是梅西了。梅西在呢阿根廷对上克罗埃西亚的时候也踢进了第五球。有人就说了，即将登场的姆巴佩有没有可能超越梅西，聚焦在明天凌晨3点的法国对上摩洛哥这一战。而其实呢，他也被誉为天才球员。其实他的爸爸就是一名足球教练，4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踢球了。就连他的老师都觉得这个孩子可塑性很高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其实像是他那么年轻就参加了世界杯，在20多岁的年纪，很多的运动员呢都要做很多的心理建设。但是他的优异球技，又加上他积极的练习，面对这样子大型的球赛是毫不怯场，还能有不错的表现。尤其他的速度呢有极大的载质力，有人说这球只要到他的脚上，那很抱歉，很有可能他就是快要得分了。所以在2018年崭露头角之后，当时他的年薪只有1750万欧元，来到了2022年，哇，他的年薪不得了，已经来到了9091万欧元，算起来是台币30亿元左右。可以看到呢，他的行情可以说是水涨船高，而大家也认为一致看好，很有可能他就是下一任的新球王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